祖国的花朵，最帅的芒果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帅芒果。上次发了个小芒果的视频呢，大家的关注点都在连夜接班这个词上面，这让我第一次感觉到，原来你们这么黄的呀。对于你们这种人呢，我只能说我喜欢。这个不扯了啊，今天继续来六监管。那么生了小芒果之后呢，很多人就说我身体不行了啊，芒果老了，六不动了。哎，不得不承认，岁月真是一把水果刀呀。但是我芒果不服老，无论怎么样啊，我还是要在这条皮断腿的路上走下去。哎，现在医生受伤了，又到我出场的时候了，但是不要急啊，在医生倒下之前，我还可以抽点时间出来休息呢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顾全大局，这叫分秒必争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感觉很有道理？是不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？表哥，你是不是不知道那个医生在哪里？哟，小医生倒了，谁说我不知道的？监管不就告诉我了吗？好的，小医生不要怕，强壮的芒果来拯救你啦！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看到红点把医生吊起来，就是现在，超远距离火箭炮冲冲，放开那个小女孩，让我来！这个失误啊，失误！妈耶，他怎么带着金身呀？居然让我在小粉丝面前丢脸，太可恶了！白白送了一刀给他，这简直就是我芒果的耻辱呀！看来是我太冲动了，我需要冷静一下。好的，我面壁思过了3秒钟，我觉得这口恶气不能忍的，是时候挽回一点面子了。再来一遍，火箭炮冲冲！哎，这时候调香师也过来了，好的，完美把医生救了下来。接着调香师放了个香水，他准备帮医生打一刀。红蝶把手举起来了，他要开始攻击了，他一巴掌拍在调香师身上。好的，医生被打飞了。哎，不对啊，医生怎么被打飞了？我擦，这是个什么情况？明明打在调香师身上，怎么把医生打飞了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隔山打牛？厉害了，我的小红蝶，但是你胃口也大了点吧，想抓我可没那么容易啊。好吧，又回去抓小医生。来来来，又是时候英雄救美了，你动手呀，刺我一记铁头功。咦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哦，我还是休息去好了。妈耶，这都没把他撞晕，难道我真的是老了吗？不行，我怎么可能休息呢？我怎么可能这么不自信呢？对呀，无论输还是赢，我依然是那个自信的芒果呀！受死吧，小红蝶！小医生快跑，我帮你挡刀。这个好吧，小医生又跪了，这个好像不能怪我吧？对，这不是我的错。医生上椅子就要飞了，赶紧跟调香师互摸一波。我的妈耶，现在还有3台机，想赢看来还是很难的。不管了，赢不赢没关系，尽力就好。好的，摸好之后赶紧休息。没办法呀，飞了一个队友，我不休息也不行呀。但是现在不知道红蝶在哪里，心里有点小慌。调香师跟我在一起，那红蝶肯定在找空军，也不知道空军妹子技术怎么样。算了，为了避免空军被找到，看来我还是炸鸡把红蝶引过来吧。对呀，这就是我芒果的一贯作风呀。为了不让队友受伤，我主动勾引红蝶过来，真是太伟大了。哎，我炸鸡怎么说？好的，红蝶已经发现我了，他会过来吗？他敢过来吗？哎，他真的过来了。那么来决斗吧，小火鸡，还想飞？怎么可能让你飞呢？看来他没有发现调香师在修机，很好，来追我吧。进来呀，我很嚣张，我很欠揍，对，我今天就想劈断腿，翻船出去换个地方玩。毕竟调香师在修机，万一红蝶发现我太厉害了，他肯定会回去抓调香师的。我果然是中国好队友啊。来呀，打我呀，还想走来走去套路我？想多了吧，小火鸡，就打不到我了。再换个地方玩玩，这里板子真多。哎，真是太好了，看来又可以套路他一波了。哎，我就不砸板。哎，过来吧。哎，直接过来了，看来可以套路他了。来，过来这边，先不要砸板，等他过来。不砸。哎，怎么说，怕不怕？站在这里看一看他要不要踩板。哎，他踩板了，他要过来这边吗？哎，来来来，敢追我，让你吃完这3块板子。咦，他好像走了。哎，他走了。好吧，没意思啊，既然不追我，那我就休机咯，不然能干啥呢？现在还有2台机，这速度也太慢了吧。哎，红蝶跑去追调香师了。没事，这个调香师妹子技术挺好的。好吧，当我什么都没说吧。哇，空军怎么也倒了？你救人救不了就算了，为啥要送呢？哎，算了，看来又要我出马了。你们给我挺住啊，我马上就到了。空军被扔在一边，一时半会起不来，调香师快半血了，看来只能扛刀住了。哎，小红蝶来打我呀。哎，空刀怪，再来再来。哇，又空刀了。看到这种情况，看来我完全可以骗一刀再救人了。你打不打我？不打我我救人了。先来一波解冻转变刀，没什么反应，那我直接救人了。好的，再挡一刀，完美，赶紧跑。接下来他要搞我们还是搞空军呢？好吧，他选择先绑空军，那我再秀一下鸡。皮博怎么说？来呀，来抓我们呀。算了算了，不皮了，我怕打脸。空军妹子你先坐一会，我待会再回来救你。好的，终于把我摸起来了，但是空军也差不多飞了。走走走，救人去，调香师你压技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空军会飞吗？不可能的，看我怎么把空军救回来，让你们都崇拜我夸我。空军妹子不要慌，我来了。红蝶居然不打我，那我直接救人怎么说？
哦，哎，大心脏，赶紧跑呀！嗯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救援失败？没有没有，没这回事。这个小猴爹有点东西啊，不过别以为有一刀斩我就怕你了。救援失败并不代表我溜不动你，就让你看一看我的实力吧。终于走到大门了，队友也跑了。哇，就这么放心我一个人吗？幸好我技术过硬，再来个回头。怎么说？我走了，小红蝶。嘿嘿嘿，怎么样？没错，我腿还没断的时候就是这么强。我是芒果，记住我，咱们下期见。